乖。你们这是上哪整的砖呢？上面捡的。嗯。对。我来了，我走。来，那你看这里，这烫。孩子们都让一下地儿啊。哎，对，你看这。三个人落一个车回来的。没看那锅翻了呢。今天下午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锅台重新加宽砌一下子，之前的那个有点窄，像炒菜的放盆啥的放不进。要拆吗？拿那个的小外头是拆的，不拆就加一加宽。对，你有吗？有。找到了吗？哎呀妈！哎呀妈，这发箍太拽了，厚不？可乐。时尚引领潮流。这我们老妹儿给送的饮料挺及时的呀，哈。等赢吗，小弟？啊，还有，你还有。谁又想了呢？没事，来吧。倒出来了是吗？直接放水，然后再过。我问你，先得给我拌拌。你拌吧。你们干，家干活不一样。哎，你看你上不去，你开水吗？等会儿，他得和呢。那全小工，全懂。全明白。都不干，没一个说，没一个说的。姐夫，就他这样的上工地能干活吗？上你工地？能。一天给那正常给多少啊？正常200呗。那咋的？是打亲情牌了？就因为亲情牌才要他的，正常都不要的。老弟，我要是你把锹撂那，我就回家。不行啊，这是我奶家呀。你俩进屋吧，悄悄。你姐夫靠框厉害，不行。小时候就不用这个水，就撒尿和泥。对，不用这水，他没见过这么好的水。俺们撤了，没有我事儿了。正好加一块砖的长度哈。干了，然后再往下咔嚓水泥呗。这得擦一下。嗯。锅台完工，待着等一等干干就好了。我就问问你们这手艺咋样？你干的呀？大橙子，还行吧哈。嗯。然后这个顶上那个再干干，到时候擦一擦就行了。反正我姥要求的就是这么加宽，我们已经完成了。